而到了今天的绘画的最后面，Sally 说：“嘿、hey,，你看，有好多人在排队哦，好像他们都等不及要进到这个博物馆当中来欣赏朱明先生的艺术作品了。”这地方出现了一个片语叫“排队 ”，lined up。如果你发现有人插队啊，你就可以跟他说：“先生，请排队。”Please lined up。当然，你也可以说“排队”就是站成一条线，stand in a line，也是一样的意思。 当然，插队就指的是人家排成一列的时候，中间插进来。英文就说 “cut in line”。所以啊，我最讨厌人家插队插在我的前面了。I hate it most when people cut in line in front of me。Cut in line 就是插队的用法。而接下来啊，文章当中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好像就假装在跟这些雕塑跳舞一样。 可是没有想到，突然之间，Sally 就停下来，开始狂抄笔记。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Dennis 说：“你是不是怕忘记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 pretend 这个字，这个字当做动词叫假装，而它的用法有两种。第一个在后面加上 to 加原形，所以他假装睡着了，He pretended to sleep。或者你也可以加一个 that 的字句，He pretended that。 He was sleeping，两个都行，而抄下来写下来可以说 “jot down”，或者说 “take down”，当然你也可以说 “write down”，通通都可以。最后要说想法突然出现在某人的脑筋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事情摆在前面，“come to” 指的是掠过某人的心头，出现在某人的脑海当中。 以上是我们课程的内容，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For You Chat 这个单元。